接着看第三首偈颂：或见金贤士具无量功德，念会借善巧，丈夫思此不。这首偈，清凉大师在书里面的著得不多。他说：“行七步时，贤妻具德了。”书只有这八个字。那么，贤妻具德这一句里头的内容啊，非常丰富。啊，贤是贤士，他所具的德能。清凉大师要我们参考苏超，啊，苏超69卷第13页，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才晓得这个七步啊，啊，出生的时候。这个是显示出，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特异功能，啊，这是一般人不可能有的。显示自在稀有啊！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以14故是行七步，何等为实呢？这个下面呢，为我们举例，我们要记住偈颂里面所讲的具无量功德。那此地讲10种啊，也是60。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段的故事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啊，生下来，他就向十方各行七步，显示出。自在稀有，啊，这个故事现代人听到了，总以为是神话，啊，很不容易啊，叫人相信。那么这个佛经里面记载的很详细，啊，我们着重啊，在他表法的意趣上，啊，所以《华严经》这段经文非常之好。啊，第一个，所谓现菩萨力故。是行七步，我们知道如来果地上有10种特殊的能力，啊，这个前面都已经介绍过，菩萨呢也有，啊，也有10力，比如来啊
稍微要次一等，啊，也就是佛的这个十种能力圆满了。菩萨虽然一具这十种能力，没有佛那么圆满，啊，尤其是菩萨这个戒位也差别很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是明显的差别。佛果设立了，十住菩萨就具足啊。啊，那么十住菩萨当然比不上十行，十行比不上十回向，十回向比不上十地，十地呀不如等觉，等觉不如如来，这是一定的道理。他有这种能力。所以他示现七步，七代表圆满，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呢，现世七彩，示现七步啊，这个七彩功德发财啊，世间人把财富看得非常重啊。那么像这些名相呢，诸位在佛学字典教程法术里面都能够查到啊。我们在此地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啊，那么这是第二个世行七步的意思啊，它的含义。第三个是满地神愿故，世行七步啊，大地，大地有神呐，啊。地藏经上跟我们讲啊，这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我们今天讲这个地球。这个地球的地神名字叫坚牢，坚固、牢固啊，坚固、牢固的意思啊，地神，地神护法了，别人不知道啊。啊，这个地神是大神呢，不是小神呢。啊，他护持，他欢迎佛菩萨在这个大地实现。啊，所以菩萨总是满地神之愿。这一生下来走七步，表示慰问他，表示接受地神的拥护。所以行七步啊，这下面呢是现超三界相故啊，是行七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菩萨超越三界，
啊，所以这个七部里头啊，含义就很多了。下面说现菩萨最圣贤，超过象王、牛王、狮子王行故，是现七部。那么这个天的心不要行动，大象世尊当年出现在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象很多，啊，牛马也很多，狮子很多，你看看象，啊，象行走稳重，所以佛把这个象的这个形象啊，常常比喻作禅定啊，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那且是梵语，要翻出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大象，龙叫龙象。龙象行动啊，都非常稳重，啊，缓慢，稳重，啊，不像一般呢，这个狩猎所显示的是浮躁，我们讲心浮气躁，啊，象稳重。牛也稳重，啊，狮子也稳重，啊，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啊，菩萨最圣贤，菩萨行超过他们呐，菩萨常在定中啊，啊，我们晓得。菩萨成佛的时候，啊，我们讲一般成佛，是菩萨修行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就成佛了。啊，这就是入分真佛位。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自然然，他就稳重。心浮气躁的现象永远断绝了。你要问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菩萨心在一切境界里面顺境逆境还不止，在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一真庄严呢，就包括了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依报是物质环境，正报是人事环境，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说一真庄严的时候，那就是说人事跟物质所有一切顺利环境都包括在其中，他都不起心，都不动念了。啊，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他没有争，他没有求了，全放下了，是他心是定。那我要再问了，他要是视线在人间呢，视线在天上呢，或者视线在畜生在恶鬼呢，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给诸位说，还是没有起心动念。如果要起心动念，他不就退转了吗？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呢，原教初住菩萨就三种不退了，啊，这三种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决定不会退到十法界。啊，他在十法界里面实现。所以实现他还是住他的一真法界，实现在人间，像释迦牟尼佛实现在人间。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住哪里？释迦牟尼佛住一真法界，他这个形象好像是住啊，我们这个人法界，跟我们人一样，和无光同尘。八相成道从入胎啊，到死亡啊，那个入般涅槃就是死亡一生啊。所形象呢，跟我们一般凡人没有两样，这叫善巧方便啊，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啊。怎么完全不一样？他自在，我们凡夫不自在。他明了我们完全不明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我们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永远不停，哪里会一样啊？所以他的身是智慧，他的行是智慧，他的言是智慧，在这个身的形象啊，这一生所表演充满了智慧，光照大千呐！怎么会一样呢？啊，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光啊，只有烦恼啊，习气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佛才经里头不能不给我们做概略的介绍，让我们对于修行觉悟的人能有几分认识啊？啊，你认识，你才会向往，你才会发愿。哎，我应当要跟他一样，我要学他，你才能发心呐、啊，发心学佛。你要是对佛菩萨不认识，你这个心发不起来呀、啊！啊，世间人认识的明文利养，啊，这个社会上有许多大富大贵之人，他们看到了，他们认识了，哎，我要学他，要发财，要做大官。
啊，你跟他讲佛菩萨，他不认识，这个念头生不起来，必须要认识，真正认识清楚了，哦哟，这佛菩做佛菩萨的好处，比发大财的好处好得太多了，那不能比啊。世间再多的财宝，死了以后一样都带不去，这一文钱都带不去啊！再高的地位也带不去啊！哎，可是佛菩萨修学的成就的时候，他通通能带去。你要把这个认识清楚，搞明白了。你自自然然就升起向往的心，欢喜学习，啊，所以事出世间法真正能叫我们升起爱好啊，升起想学啊，起这种欲望，总在乎认识的浅深。你认识的越深，那换句话说，你了解的越多，认识越深，你的发心越坚定，越勇猛啊，你真的会有成就。啊，下面一句，心金刚地相故，是心起步。这个是如来境界，不是凡夫境界。这都是在现神通啊。佛是先走这七步，啊，他走的这个地不是泥沙了，我们晓得世尊出生是在南平里面，现在有很多人到印度去旅游观光啊，佛教徒去朝圣，去参拜释迦牟尼佛出生的这个地方，经上记载说，他在无忧树下出生的，树底下的地面泥土啊，可能现在是草坪啊。世尊当时出现的时候，他走七步，那个时候啊，这个地大家看到是黄金的，就像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黄金为地是黄金铺的路面，像我们现在铺这个柏油马路一样啊，公路上铺柏油，西方极乐世界路面上铺的是黄金啊。那么它的地呢，地是琉璃
不是泥沙啊，琉璃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翡翠，绿色的玉啊，很名贵呀、啊。西方大地是翡翠的啊，铺成路面呢，路面是黄金铺的，不是白油啊，不是水泥。这西方世界没有人做工啊，自然成就的啊，绝不是有为的，没有人去造作，也没人去设计啊，自然的啊。这是什么呢？心得，唯心所现，性德圆满的显露啊！你要是不相信现在北方是冬天，许多地方下雪了，下雪大家知道雪花啊，雪花在显微镜之下看，结构是非常美丽的图案。你说那个图案谁设计的？没有人设计啊！啊，细细观察了，都是几何图案，而且每一片雪花绝对找不到相同的，两个图案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个图案是无量无边的，这谁设计的？这个日本的科学家江本身先生啊，用水把它放在冰箱，这个冰箱是-5°C啊，一滴水，很小很小的一滴水，放到冰箱去之后几分钟它就变成了就冻成结晶了，放在显微镜之下去观察，也能呈现非常美丽的结晶，像雪花一样啊，整整齐齐的几何图形，谁画的？绝对没有加一点意思在里头，法性法而如是啊，只有佛经上这种解释真的很圆满啊，法而如是就它自然的，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它还不是固定的，千变万化，但是无论怎么变化它都是非常美非常珍奇，一丝毫它都不凌乱，所以一般人看到神奇 啊，这大概是上帝在造的啊，要不然不可能会这样，我们以为不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体现到真的有信德了啊，发心有德有能啊，能是他有见闻觉知啊，德是他有美好，他有真善美慧啊，
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事事物物上都能见到啊。所以楞严会世尊才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只可惜凡夫，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啊，这个经典上讲呢，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是佛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那么我们想到，假如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一些不思议的境界，哎，通通现前了。啊，这个境界佛用的说用的好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境界唯心所现，没有为识所变。啊，这就讲这第一义啊，第二义是为识所变。啊，诸佛菩萨在第一义，不落第二义，落到第二义就是十法界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在第二义啊。啊，第二义是，第二义就有无明了。就变成十了，啊，第二义是十变的，第一义是心现，没有十变，第二义心现，又加上十变，十变把心现的障碍住了，你看不到真相，你看到妄想，啊，所以我们不得已要说了一句话。把真相扭曲了啊，识辨是把真相扭曲了啊。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啊，是不是新鲜的？是的，但是识把新鲜扭曲了。啊，这个扭曲关系不大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立刻恢复正常啊，所以世尊这个世行七步的时候是以他的神力把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在很短暂的时间让大家看到现金刚地相了啊，让你有这个现象，将来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了解有这么一回事情，然后你发心求证啊，什么时候能证实呢？能看到心现的真相呢？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个人心，个人见，个人变，个人见啊，离开十变所见到的心现，大众通通都见到。
这是前面讲的同分啊。啊，在世间，在六道有这个情形，那叫同分妄见。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是同分真见啊，那不是妄见啊。你所见到的是唯心所现的境界，不是唯识所变的境界。啊，底下一句说，现欲与众生勇猛猎骨，是心其故。欲与众生勇猛猎，啊，这是什么？增长一切众生的信心，启发他的愿心，这就是于是给他啊，给众生勇猛力。让众生看到了将来接受佛的教诲，佛如是，我也如是啊。为什么今天他能做种种事情而我不能？他能够自在受身，我为业力所困，啊，看了这些视线呢，自自然然能够升起惭愧的心呐。悔过的心，忏悔的心啊。要紧的意思在此地，啊，这还不是大乘经里面佛常常叫人的受持读诵为人引说，这个生下来岂不是表演给人看的？一般人看到这些事觉得很奇怪啊，哪有小孩一生下来就会走路啊？啊，可是释迦牟尼佛很奇怪，下来真的啊，东南西北四方每一方都走了七步，回来之后啊，他就跟普通小孩一样，不但不会走，他站都不会站了，奇怪不奇怪？这种现象，表演的时间当然不长，
过后之后，这个现象没有了，让人留在记忆当中。哎，这个小孩生下来曾经有这么一个奇怪现象。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觉悟？这里头的含义呢？等到佛示现正道，弘法利生以后，那些人，哎，有些年岁大的，亲眼见到的，啊，年轻的，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仿佛的，没见到过，听老人所说的，哦，世尊出生的时候曾经有这种现象。啊，什么时候才真正能够明了？他这种视线里面含很多很多意思。那是要契入境界的时候，恍然大悟啊！啊，才知道种种视线有种种意趣啊！真的，一切众生根有三类呀、啊。上根的人见到这个现象，他觉悟了。中根的人呢，他感觉到很惊讶，很奇怪。下根的人呢，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了种子。啊，上根当机者，啊，当机者看到这种实现，肯定激发自己的道心。啊，增长自己的信心跟愿力。啊，你看看这个修行人来了，觉悟的人来了。啊，他来干什么？那觉悟众生的。另一些现在觉悟的人，发心不用了。啊，当然。阎浮提众生，这是著名的难度。啊，难度就是你很难帮助他，你帮助他，他不接受啊，他还得怀疑你。啊，所以很容易退心。啊，我何必帮助你？我自己自修就好啊。很容易退心。那么见到菩萨这种实相的时候，他不敢再退堕了，他要勇猛精进了，难度也要度。即使受尽委屈，这个事情还是要做。怜悯众生的心生起来了啊，而且明了度他跟自度是一不是二啊，自心即是化他，化他就是自心啊，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啊，所以永远不疲不厌，不会懈怠了。无论怎样艰难，你要是真正
在这个里面以智慧观察，你会觉悟啊。换一句话说，对于一个智慧的人，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在帮助他增长智慧，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没有智慧的人呢，一切境界里头真是增长他的烦恼，妙不可言啊！真的，从前李老师常常讲，就看你能不能转过来。凡夫这一转过来就是圣人呐，从苦一转过来，嘿，那就真乐啊！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啊，这个意思就说明，物质环境没有好坏，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胜利啊，顺境逆境没有，人事环境里面也没有是非，也没有善恶啊，也没有邪正，邪正是非善恶都在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要善，没有一法不善，造作无逆失恶的你看到也善，地狱恶鬼出生在你眼睛里也善，那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没有分别了，你没有执着了，你没有起心动念呐、啊，所以那个善是至善呐、啊。啊，由此可知，儒家讲的知欲至善，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啊，那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怎么知欲至善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他看一真法界，看一真，看十法界是平等的啊，没分别嘛，没执着嘛，那才叫至善啊。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或者起心动念，至善就没有了啊。至善没有了，就生起什么，就扭曲了，扭曲就有善有恶，就变成相对的了，对立了，所有一切法统统对立了啊！对立里面有善恶，有是非，有邪正啊，有正妄，有利害，有得失，统统变成相对的啊！凡是相对的不是至善。我们要学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知欲至善呐、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问问，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呢？在理上讲，肯定能成就。那、啊、为什么呢？不求人呐、啊，这求自己。只要自己肯放下，啊，我们在讲学里头常说啊，
放下内心的矛盾，放下内心的对立，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不再对立了，啊，没有对立了。你就转八识成四智了，一切矛盾对立都是从执着里头生的，啊，执着放下了，所以一切矛盾对立没有了，心平气和。带给你现在的好处，健康长寿啊！你心不平，气不和，你就有病。啊，什么病呢？心不平是病，气不和是病。这是病根。从这个地方延伸的，所以起副作用的，哦，那个疾病就很多疾病呢，从这个地方引发。人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他怎么会生病？这个道理很深啊，大道理啊。希望我们真正学佛的同修，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对这些理事不能不留意，不能不学习啊，很认真的学习。在哪里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千万不要说这个小事，小事不能放松，几小事就变成大事，啊，烦恼习气，岂不知这是无量劫累积沉淀啊？你不累积，他怎么会这么多呢？怎么会这么严重呢？所以点点滴滴都不能放松。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再看祖师大德。这善知识，看他们一生的行业啊，他们是怎样处理他们的生活，怎样处理他的工作，怎样处理他们待人接物，他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细心在里面观察啊，那些观察当然看不见啊，千变万化了，你在这个地方找他的原则，找他的原理啊，总的原则不外乎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所以显示出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他心平，他起伏，啊，这是什么？这是你真正把他的纲领啊、原则、原理、原则找到了。从这个地方下手学习，有门路可循。这段经文我们还没念完，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